好，新田呢是我们最佳的时尚好咖，那他代表的是什么品牌呢？今天是哪个品牌邀请到他来担任一日店长？哇，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啊！好，我们来看看真正的民国 style， 待会大家再把张立东照片叫出来对照一下，你就会崩溃了。真的名模是长这样子的，欢迎新田。好，态度态度，哇，肢体肢体。好，欢迎王新田。帕子很厉害啊，帕子今年为了微风之夜准备了很多的活动，赶快介绍一下。因为像我今天所手上这个包包就是重头戏，它这一个包包呢是蝴蝶型的，然后也是今天微风之夜帕子限量的。戴安娜为你的 design 是鸡皮的耶，鸡皮哦，很有质感哦，是限量之一哦。今天店上还有很多，就是只有微风之夜才有的限量。了解，包括你今天的打扮，你也是鸡皮的耶。对啊，哇，对，非常的都是鸡皮。对，那我想问一下，男生呢？就像我刚刚讲，男生来微风一定也要买点东西吗？男生因为 Touch 本身也是我爸爸的爱牌，然后他也是一直在交代我要买一些他喜欢的皮鞋。也是一些皮件类的东西，所以反正每次我觉得微风之夜就是大家很好帮自己帮家人购物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没错，尤其Touch呢为了欢迎微风之夜的到来，大家呢要强强联手，所以今天呢推出了全球空运来台独家限定的，哦，这个鞋子是男生的，这你可以买给爸爸了啊。哦，对，他已经好几双了。哦，真的，啊，没关系，八月父亲节再给他，现在先 hold 着。好，那母亲节有什么准备的礼物？想要购什么样单品送给妈妈？母亲节我觉得就是包包，因为我妈妈也是很喜欢收藏包包，然后衣服我就不太敢帮她乱买，因为妈妈目前的尺寸也是一个未知。我这样子出卖妈妈的身材好吗？没有，因为妈妈有可能又变瘦了。哦，说得真好，贴心。